Hello， 早餐系列。妈妈，我爱你。他这面包体一看就是知道是店家自己做的，因为他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。这是陶器乌龙，他们今天做特价。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包子了。4周岁。下一期你们想看我吃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呀。